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好，接下来我们要玩的剧情是第二版本的故事情节，克雷尔的剧情哈，这应该是理观的剧情啊。然后我们这次就直接不会自动储存，需要墨水色带才能进行储存。敌人更加强大，硬派，小要选硬派啊。另外，此游戏没有自动储存，这么贱哦。Yeah, I'm almost there. You know me, I'll be fine. I'll be back as soon as I find Chris. Why does everyone think I'm gonna get in trouble? What the?I don't know. 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ait, you're a cop? Yeah, Leon Kennedy. You are? Claire. Claire Redfield. Claire! Claire, are you okay? I'm all right. How about you? You can't stay here. It's not safe.Go on ahead! 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好 ,go go! 哦，硬派不能储，要色带才能储存哦，那就跟以前二代一样了。哦，所以表，所以理观的话，他直接到这里。Okay. Leon, I'm sure you beat me here. 油罐是自动储存的啊，左上角出现了。我记得这边好像有道具，就是一个浣熊先生，是吗？是在这里吗？其实大师现在有用修改器，不然我觉得没用修改器我就玩得好累哦。主要还是体验剧情嘛。这里，大师只有玩那个里昂那边没有用修改器啊。哎，我不是用修改器吗？我不是用修改器啊，我是用无限生命跟无限子弹的。啊，因为我没有子弹啊，我拿到子弹就可以了。啊，在这里，在这里，浣熊先生。有没有子弹？现在有些鞭炮声，就是因为现在是除夕夜，各位新年快乐啊！没有子弹吗？I'll be right there. Okay. Claire. It's so nice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That helicopter just came out of nowhere. I'm in one piece. I'm guessing you don't have a key in one of those fancy pockets? Unfortunately, no. But how are you doing? You know...Just surviving. That's good. Yeah. Any luck with your brother? No, not yet.
Claire, don't 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Damn i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eah. Dinner time. Claire, I think you should go. Don't worry about me, Leon.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Claire, you need to go. Now! Hey, let's get through this. Both of us. Oh. 我现在有子弹吗？欸，他跑快哦，硬派跑超快的。他会重复追两次，然后先推荐玩标准或玩标准的比较好，或者是玩那个辅助就好了。这边是安全的吧？手榴弹。这边把陆军快速手枪跟一个啊子弹有了。哎，等等，要死哦，不够放组合，然后。但我听到那个噔噔噔的声音，就是修改器的声音。啊，99了，谁啊？这样子有陆军，好像要子哦，要子弹才有，是不是？哇，天下无敌啊，各位！啊，建英哥第一次玩游戏还是用那个，不要用修改器啊，会比较好玩一点。啊，我是因为就是体验剧情嘛，像录影片才不会累。哪一个子弹比较威力比较好啊？检查。哦。啊，我的射带有99啊，太棒了！哎，这有没有打字机？是不是？那还不能自动储存，哇哩嘞，哇哩嘞。也太难打了吧！硬派大家都是打脚，但好硬啊！你们这边要这么硬啊？我跟你弄一级必杀的啊！其实这边可以不用打啊，各位啊，这边其实可以不用打，我们就快速带过去。正常情况下，那个组成点有点讨厌。使用。哦，钥匙可以丢掉。子弹可以分解木板。好，好，一级必杀，弄个一级必杀好了。各位啊，记得啊，
除非你有先破过啊，不然不要像我这样做啊，这样失去乐趣啊，各位。每次都会被那个窗户进来的僵尸吓到。然后小纸片，这边有东西吗？目前没有。小刀。他不会起来了。闪光弹啊，没得放。什么？子弹编码？一开始就没什么，很讨厌。啊，算了，我先弹药都有了，我就不用那个。我就不用拿，然后中央道具就好了。闪光弹可以回来再拿。木板，又是木板。啊，这边其实都没差了，就我们直接先触发主线就对了。看一下，一楼保险箱，还是刚才进去没有保险箱？这里没有啊。我觉得那个局像的视野怪怪的，这样吗？过去。其实是我要好像是跟你同意了，嗯，打错吗？
看一下。要走这里，这边应该是这边有东西可以先拿。有些东西可以先放。旧八格才是很讨厌，还是用个修改器把它。把那个背包直接加大，超贱。我受不了，我就要加大。好，我决定要加大，加大我背包，这样会不会就是下次拿背包会不会宕机啊？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啊。我调一下哦。最大 OK，Ctrl 一。哇，爽，超爽的。啊，各位，我是剧情需求啊啊！各位不要学啊啊！我是这些都是，这是一些正当的需要啊。这应该还不能进去吧？这木板太酷了吧！锁了一个，里面那个应该不用吧？应该不用。啊，有没有闪光弹？先拿一下。好。来。我大概最后打 boss 的时候才不会用迷气啊，这样子都会蛮靠。一枪解决。Anybody here? No. 妈喂！妈文，对不起，妈文。还有人啊？哪里？不是吗？听到声音。我的车。叫，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攻略很烂，我操，这个攻略很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那个啊？这狮子嘛，狮子全部被挡住了。我看一下攻略。好，我知道，王冠、火焰跟鸟。王冠、火焰跟鸟。我先不去点那个警报器，暴君应该都不会追我了吧？是不是？哎，我的闪光弹呢？我不是有捡吗？算了。What was that?必要道具，血瓶，爱心，Are you seriously?要使用，我吐成这样。这个是密码什么？密码？密码？密码是啥？查攻略。
好，知道密码了。1 2 7 8 9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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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哦，没事哦，太棒了。行动报告。这是我忘记了，看一下。攻略是我不想找，再看攻略的快。里昂的啊，再看一下吧。N E D， 另外一个是 N R M R G N R G，OK。好像是一个高速电弹器。我这要钥匙。胶卷，好，那这么大，那这集好，这集大师先走了一小段，那我们先拿到独角兽的，前面其实基本上都跟警局的谜题都差不多了啦。密码是什么？要查一下。好，查一下。好，我查到了。这个可以跟什么组合吗？然后把这一个组合，好。It turns a museum into a police station.
个闪光灯我没拿。哎呀，但我现在没有位置拿。对不起。拿回去吧。不要点那个比较好，为什么大家都先去点？我没点都没事啊。先回暗房。我电池还没拿到，是不是先去图书馆？对不对？图书馆拿红宝石。美术馆啊？啊，美术馆在哪里？如果等待室那边，哦哦哦，先放这个。这张道具拿了，我可以走。用这个使用。除夕夜大家放鞭炮。我这超慢的。大办公室，大办公室在另外一侧，车绕到图书馆，敲一钉。哦，淋浴间那边呢？淋浴间那边绕过去。先去一楼，我们快转去一楼。好，来洗。胶卷，狮子雕像 ，OK， 我已经解了。然后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放回去吧。这个先放，放着。然后榴弹这样这几个放着，然后子弹器这个放了，算了，放下了。存个档，使用色带。那我们转那个淋浴间那边。淋浴间在，哦，在这里。重要道具在这里啊！火药，
你说死掉了。前面是最后一天一个洗衣间。我刚才听到暴君来了。声音了，不过这边是安全的。急救喷雾、火药、火药。李阳的备忘录。快门，叫我一听。你怎么在这里？Okay, better move it.今天晚上好像超不恐怖了、哦。啊，先出发，好像他都现身了嘛，出发。哎、欸，我没有点呢、欸，可是他出现了，这样会不会宕机啊？应不会吧？那我们再回去那个炸弹的地方。好。听什么鸟吗？这个 get 哎，不是掉一只地卡下来吗 ？Why won't he just stay down？ 乖乖。回那个地下室吧，然后就打 boss 了，第一关 boss。先偷偷。终于，好，这一集到这边好吧，还是把它剪成一集好了。Go。
榴弹。好了，先这样。